然后我刚看到表情很像，超像，然后舞感也好像，然后我刚看到最后，我觉得是罗志祥跟潘玮柏一起在唱你的歌。过程当中觉得他的声音有点像 JJ 哦，音质还蛮像的。JJ 自己觉得呢？我觉得他，我刚刚一直在看他跳舞的表情。哦，表情怎么样？我相信大家都会听跟看他的跳舞，可是我觉得他表演的那个表情还不错。哦，就有一种那种很投入吗？很投入 ，OK， 很投入。而且他有赢在一个地方，什么？他的眼神。为什么眼神？眼神他眼神没有表情的时候，其实还蛮帅的。哎呦，哦、来，没表情一下。手势不要出来，都掉了嘛！你那个手势是另外一个人哦。对，好，其实就应该会蛮吸引很多女生，因为有一点坏坏的感觉。哦，好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博德的表演，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郑宪跟他 PK 啦。哎呦，存在转速太快，撕开未来，空间扭曲摇摆，需要传开，乱叫出来，那几个慌慌，几个张张，几个夜晚，几个让我又忙又乱，几个慌慌，几个张张，几个夜晚，所以我不敢不想，哦哦哦哦哦哦耶，哦哦哦哦哦哦哦， Come on now， 电波隔空传来，翻山破阵地带，快快快，反应不过来，哦哦哦，瞬间闪过现在，一分钟的未来，开开开。虚拟的结局真的存在，呜呜呜，天破隔空传来，翻山破阵地带，快快快，反应不过来，呜呜呜，瞬间杀破现在，一分钟的未来，开开开，虚拟的结束真的存在，呼呼呼。哎，魏曼觉得怎么样？快歌好难选哦。
很难选。他也是单眼皮的吗？他也是单眼皮的。对啊，感觉还没有，还没有要你选啊，是说看他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啊。很棒哦，很有魅力哦。很有魅力。这就觉得呢，很有那个气势。有你的感觉吗？我啊。对啊。他比较像怀秋。怀秋啊。怀秋。刚刚真的一直说他背影跟怀秋一模一样。超像的，超像的。可是这首歌也是你歌曲里面算跳的比较厉害的歌。对，跳的比较激烈的。那刚才那一段那个间奏的部分，刚才间奏我要说一下，那个间奏是在 MV 里面没有出现的。哦。因为那个间奏是后来才编进去的。就是他表演的时候才编。对，他有用心看我其他演出。你原本是怎么跳？原本那段是没有 feature 舞蹈 MV 里面，那后来有，后来是因为在其他的表演当中，演唱会的示范、示范、示范。那我想听一下 JJ 唱那个曹操，因为想要听他现场唱。我也想听曹操。所以你是直接把我那个叫他示范那段，因为他在救他，他在救他，帮我打枪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听他一下曹操了。好，原音重现。清唱吗？还是好清唱？清唱吗？清唱没问题啊。不是英雄不读三国，我是英雄怎能不懂寂寞。哇塞，好听哦，太好听了，好听哦。我想真的是实力派的，真的是实力。要是没有实力的话，现场绝对不敢现场唱。嗯，怎么样？干嘛？我在等。我觉得你应该 Q 人。没有，我没有意思，就是真的夸赞他，真的太有实力。真的，人家说来就来哎。没错。哎，真的太棒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到了决胜负的时刻。没错。这个呢，赢的这一组呢，将可以得到 JJ 的签名最新改版 CD。哇！现在呢，三秒钟倒数，直接翻开你们的人选啦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这一节选的是吕正先，那魏曼举的是萧伯德。哇，平手哎，平手哎，就我。好，谢谢我们第一组的表现，谢谢。接着上场的两组都是舞蹈的佼佼者，他们会带来什么精彩表演呢？那第一组呢是陈柏宇跟张家玮，带来的是不潮不用花钱的 remix。谢谢。啊哈。The music will just ooze. Watch him make it break it down. The music will just ooze. Watch him make it break it down. The music will just ooze.不表好感，现场变成联谊大会。很不稳啊。觉得他就是太遥远的距离。哪里会？我很平易近人。感觉是很远了。然后再是联谊吗？再联谊吗？再一联谊。表现出色的陈柏宇及张家玮，林俊杰对他们会有什么评语呢？谁得先来讲评一下？哇！很精彩，很精彩。感觉是什么？感觉好像是罗志祥在跳不吵不用花钱。哦，我刚看到表情很像，超像，然后舞感也好像。然后我刚看到最后，我觉得是罗志祥跟潘玮柏一起在唱你的歌。有。魏曼觉得？我觉得
觉得舞感非常好，而且后面那个机器舞嘛，是机器舞嘛，在算机器舞，那个玉芳就是跳得很好。这你们一起想的吗？他们很有自信 ，OK， 酷，蛮有创意的。而且刚刚牛顿还可以吃苹果。对啊，其实这个是巴哈，这个不是牛顿、很夸张的是，找不到牛顿的照片，找不到牛顿。很夸张的是，我说，这是巴哈，他说，对啊，我知道，就是砍樱桃树那个嘛。你说他吗？对啊，见鬼了！然后我说不是吧，是华盛顿才砍樱桃树吧？啊，对。但是你们讲这个呢，没有人敢吐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也不知道。对啊，谁知道牛顿长怎样啊？对，对啊，好，但是表现的这个舞蹈不错。最重要是，我觉得他们的表演里面是有经过想过，然后他们很逗趣啊，看的人就会觉得很精彩。是，那魏曼喜欢会跳舞的男生吗？喜欢，喜欢哦。男生只要会运动，我觉得都很不错。单眼皮会跳舞，会跳舞，会运动，会运动，三个人又会写歌。来，再记一下，那就 JJ 啦。我在记，就 JJ 啦。JJ 又会写歌，又会跳舞，又会运动，又现在单身，对啊，对啊，有想过？觉得他就是太遥远的距离。哪里的？我很平易近人。感觉只可远了。再便宜吗？再便宜吗？再便宜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进行第一类接触。没有这个东西啦，没有这个啦，要欢迎下一组了啦。来，我们看下一组表演，欢迎何梦远跟林嘉乐。耶、yeah。嘉乐，对，非常有亲近的一个感觉，怎么样？哇，我觉得他们都很会跳，真的哟，都很会跳，而且都很有创意。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厉害，真的，有没有害怕的感觉？有，就觉得长江的后浪的感觉。有，我觉得很开心，可以看到像现在的年轻朋友们，就是越来越有那个热情。没错没错，对，而且对表演是那个心态是对的啊。但你不要担心啊，他们唱不过你啊。对，真的，这倒是真的。加油加油！对啊。现在小男孩都长得好帅哦！什么叫小男孩？他们已经不小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他们现在都还没有25岁吗？啊，对啊，啊，对了，我忘记你已经啊，女神的年龄是不能被公布的啊，我没有公布，他自己讲，他自爆，自爆。但我觉得他们跳舞好像有力道，我觉得跳舞最重要就是力道，还有力道的切割，自信，力道跟力道的切割。哎呦，这么说来，你也是会跳舞的人哦。我有偷学哦，示范一下嘛，好不好？这样好了，那个 JJ 坐着不动，你去他旁边跳舞这样。哎呦 ，Go！ 他只是乱扭哎。Go！ 蛇舞。OK， 人家都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这个呆头鹅，人家手都伸出来了。对，再一次 ，Music！哎，这样子 OK 了，谢谢大家来参加耿星永一金硕土风舞大赛，有这么夸张吗？真的。
画面还不错啦，画面还不错，还蛮可爱的。没有，我跳舞一定要就是老师已经就是 say 好一遍，编排好的，对，编排好。我觉得你可是我不会 freestyle。好的，接下来两组已经就定位了，那就请 JJ 评选，到底哪一组会获胜呢？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柏宇。耶，觉得他们刚有散发出一种那个歌手的架势，歌手的架势，大气的架势、啊，而且对自己是很清楚他的他清楚他自己像罗志祥好在哪里，所以你还是喜欢罗志祥跟潘玮柏唱的歌。好的，所以呢，恭喜这一组可以拿到这届全民 CD， 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看下一组人选，男子汉三大唱将，谁是这届心中的 Number One？ 总是学不会。再聪明一点，记得自我保护，必要时候抢先，善意谎言。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，就算用尽所有真心，却到不了你的心底，唯一难以靠近，你是我奢求的唯一。谁会是今天的 K 歌之王？最后一组是男子汉的唱将对决，他们会有什么精彩表现呢？在这么短时间把它诠释出来，其实他用的是自己的感觉吧。真的，我觉得他很用心唱，真的是唱歌最重要的。对，那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制作人的角度来看，你觉得他的特质、他的优势在哪里？优势吗？我觉得他是像我说的，刚刚他是发自内心唱出那个歌，我相信这首歌对他俩一定有他的意义在，哦，感动在，那故事在。要问一下，为什么这首歌对你有意义吗？因为我就是有看过他的这首歌是一个那个电影的主题曲，对，然后我去看过那部电影，然后就有去试着投入在那个角色里啊，所以刚好搭配这个，他想、他唱的时候是想象的电影的画面。嗯，其实歌手在进录音室的时候也真的需要这样，就说如果你闭着眼睛，然后对着这支冷冰冰的麦克风，你脑子里面没有画面，你唱出来就是没有感觉，就很技术。对对，所以唱歌其实还是要看那个感情比较重要。那你在唱歌的时候，你都在想什么？不一定啊，我通常都是在想写那首歌的时候的那个意境。哇，对，真的是像这样专辑，就是在一直在想说自己学不会这件事情。你，对啊，你有你学不会的吗？有。什么？我音乐做的还 OK 啦，但我觉得我在感情方面学不会。哇，感情每个人都现在都还在感情方面，你不是学不会，你是学不乖。没有，看一下。哎，那魏曼觉得？我觉得就是如果歌手唱得很投入的话，也可以让我们听的人想到自己的故事。你刚刚想到什么故事？就是想到自己悲伤的故事。曾经刚分手，就是以前呢、啊，很久以前。很久以前刚分手。
不是，就以前被背叛的故事。你有被背叛过？有人背叛女神，该谁这么蠢？该他怎么了？他怎么背叛？没有，就是抓到他那个偷情的。怎么抓到？现场开门抓到，还是 email 抓到，还是手机简讯抓到？哪一种？Facebook 的讯息。哇！所以在这边讲 Facebook 讯息要删啊。还有啊，那不是不是这样说啊？没有，不是这么说，是 Facebook 的账号跟密码不要给女朋友。对，还有微博的不是啊，私人讯息要删。我们真是这些坏男生哦。对，不乖。重要的是 Facebook 一定要对自己的女朋友忠诚。对，没错，这个是对的，好不好？还不会让这种宅男女神伤心。对啊，多浪费啊，笨蛋的。来，我们来看下一组的表现。下一个叶玉洁。世界打转，阿妈年轻的时候，爷爷爱她那么多，他们感情很深，但是爷爷身负重任，到了理想的那天，给了阿妈一个吻，轻声说道，要离去，别再哭泣，不要伤心，请你相信我，要等待我的爱，陪你永不离开，以为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牵着手在草原里，鸟儿歌唱的声音，轻声说声我爱你，我的爱是说听不能听，已经浓得不能说是曾经，也曾说成我是错的，爱未曾变成真的，竟还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，我不再去执着我是谁，或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，也曾说成我是错的，爱未曾变成真的，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，左右你我。谢谢。哇，哎呦，我觉得他有把这首歌变成自己的歌的感觉，有自己的味道放进去，而且他因为自弹自唱，所以他可以控制他自己的那个节奏跟情感的感觉。哇，我想到我当初在高中时候写歌的感觉，哎呦，哇塞，自己常常拿着吉他，然后写歌，那个最初的感动，最纯粹的那个时候，对对对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包装，然后就是很原汁原味，然后把自己的灵魂写进这些音符里面，是，然后用自己的声音唱出来。哎，所以这些你写记得的时候是16岁的时候？没有，十九，你19岁为什么就可以写？那你当时的心情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在当兵的时候啊？当兵？对啊，你有去当兵？有，哇，你真的很棒哎。有当兵的我都很欣赏。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当然了，我当2年多哎。你干嘛这么激动？没有激动，当兵改变了自己的路。对对对，当兵的那些苦辛苦。对。那为什么那时候的辛苦会让你写记得？哇，怎么写？是不是有被兵变？没有，我不是因为兵变写这首歌。那是为什么？我那时候是。飞姐的非常往事即将公开。那为什么那时候的辛苦会让你写记得？哇，怎么写？是不是有被兵变？没有，我不是因为兵变写这首歌。那是为什么？我那时候是吵架，那时候跟女朋友吵架，因为分开了嘛，因为要离，对。然后一个礼拜，你们那边当兵也是一个礼拜看一次，一个礼拜回来一次，对。哇。然后呢？然后重点是因为我当完兵，我知道我要来台湾来发展，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跟女朋友有在吵，这个、所以他就觉得。远距离的爱情，对，他就觉得
我不应该。Okay. 然后你是到台湾才写，还是在新加坡写的？在新加坡写，然后送给他，也不算是因为他啦，可以纪念这段爱吧、啊。请从副歌开始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看欧弟哥都情不自禁啊，他应该不是想牵你的手，我觉得他不是想牵你的手，我在保护魏曼手，先说保护魏曼，牵错手、哦、太好听了，超好听的，赞的，尤其在听完这个故事的背后听这首歌更有感。对对，这个剧我觉得每次唱这首歌都不太一样心情，就是这首歌救了一个天后啊！我都不敢接下去了。那下次等那个天后来，我再转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来转。好的，真的好好听哦，真的太棒了，真的太棒了。好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玉姐表现也不错。哎，你还在啊？还在啊！我们整个聊起来，表现不错。一般聊到这时候自己都退场，但是呢，表现得很好，因为你把 J J 的歌曲呢完全。变成自己的风格，这是姐姐刚给你的评价、嗯。而且他有唱歌转音的部分，其实蛮好听的。嗯，哦，我发现他那个快断气，就是气快接不上，快接不上的那个微抖，也是特色。那个要保留哎、啊，那个是特色，对，知道吗？要常常断气的感觉。哈、啊、对，自然就好，自然就好，唱出来。好，下一位欢迎的是黄兆琪，黄兆琪，加油。痛苦我的心很想为你解决，当开流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，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，勾着心会超越时间，多付出也多了喜悦，让幸福蔓延，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，记得自我保护，必要时候缴械，善意谎言，总是学不会，真爱也有些失恋，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。谢谢。哦，刚才高音的部分哦，表现相当精彩啊。嗯，他有抓到啊。对啊，他那个转上去几乎没有痕迹啊。对，他用假音，用直，他假音真音的那个转换还不错。怎么分啊？怎么分？比如说刚才那句的话。总是学不会。我在。这个正式版里面就是前面两段是用假音、嗯、后面那个是用真音啊，就冲上去，这些我们期待你再一次 chorus、啊、你再唱一次副歌那个，好，来快用力一点的那个感觉，用真音，总是学不会，真爱也有些失眠，没有，那不能再用假音。这首歌真的很高，这首歌真的很高，太高了。最后可以用假音，但最后对那个音应该用假音来处理。对对对对，会比较。如果太高的话，还是那如果是你会怎么处理？我吗？现场听听看好不好？你现场会怎么处理？哇，你考我、啊？我陪你嘛，我陪你嘛。啊，你陪我、啊。对啊，那我那句留给你啊。好，来，好。总是学不会。再聪明一点，记得自我保护，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，总是学不会，
真爱也要现实面。高啊 ，OK， 高了吧，很高了吧，很高了吧，害我发出公鸡的叫声，你吓到魏曼了，公鸡生蛋的声音呢、啊？哎，你把那句完成了，完成了。人类也有现实面，哇，不是说情缘就能够解决。哇，表现不错，来看下一个人的表现。好，没有没有下一个了，没有下一个，就是下一个。我觉得今天女神在你旁边，你有点不专心哦。有点不专心哦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因为我忙着瞄她，我都对没有在看大题。OK， 好，请 JJ 评选。哇，这三位分别是朱立明、叶玉洁跟黄兆琪，究竟哪一位会是你心里的 number one 呢？哎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请揭晓。哇，玉洁，哎呦，哇。自弹自唱不错，蛮难的。自弹自唱有它的魅力，有难度。然后其实自弹自唱呢，很容易露出破绽啊，对，也很容易让大家感动。可是他做到一个就是感动，而且呢，唱出自己的味道。对对，自己的味道非常好。他很用心了，一直闭着眼睛唱。好的，恭喜你可以得到 CD 啊！谢谢，谢谢。是呢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男子汉挑战呢，这个 JJ 这个经典歌曲呢，到这边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我们也非常这个欢迎 JJ 来这边哦。嗯。那今天呢，男子汉们他们觉得还是听不够。对。他刚才前面有听快歌嘛？你是不是这个在最后结尾给我们来一点慢歌，好不好？好啊，来一首情歌。什么歌？刚刚我说的这个三部曲的。嗯。不存在的情人，哇！掌声鼓励 ，MV 太棒。以为能够看见阳光，才想起你早已离开。时间忽然全故障，心永远在漆黑的晚上。还没一起去的地方，还没实现过的梦想，只能暂时先遗忘。照完天淋漓的脸庞，笑容停在我眼眶，美好转眼云了样，像是第一片见了光，也一片空白，不想更新你的近况，不想删除你的模样，假装有人取代你每天在我身旁，不愿意被谁看穿，只剩我一个人的孤单。若是问起你来，我会说那又怎样？没人理解的武装，没人怀疑的坚强。身旁，一夜夜一夜一夜，我夜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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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夜夜。哇！谢谢 JJ， 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魏曼，谢谢魏曼，谢谢魏曼。所以呢，请大家继续锁定更精彩的《我爱男子汉》，耶！拜拜。学不会，学不会。